我们聚焦党内的统派政党和两岸经济融合的进程，组织了全盟，开展了推动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，还有就是深化两岸民间交流合作这样的重点的课题调研，服务中央对台工作大局，那么坚定不移的反独促统。 我们紧扣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，来举办系列的两岸交流研讨活动，争取最大范围、最大程度的呢，来团结两岸同胞，共同坚定不移的反独促统。我们把两岸元素呢融入到社会服务工作当中去，通过呢举办一些活动。 特别是举办两岸融合发展交流营，这样的活动呢，来邀请一些台湾的青年朋友们，来体验式的参加活动和交流，让他们感受祖国大陆这个领域方方面面的发展成就，来体悟两岸融合发展这样的时代呼唤，希望他们参与进来。 那么今后呢，我们要继续发挥台盟自身特点和优势，深入地贯彻落实新时代，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，深化与台湾各领域的交流合作，团结最广大的台湾同胞，继续地坚决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，推进祖国统一进程，凝聚两岸同胞力量，来共圆中国梦。